欢迎来到2021年教师节线上访谈活动。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青春美丽的练姿容老师。老师您好，我们是来自高二理事的黄祥哲。你们好呀，我是江国阳。OK， 那么现在就请练老师您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就如他们所说的 ，OK， 我姓练，叫姿容 ，OK， 貌美如花的话就还好了 ，OK， 就这样。然后是数学跟商科的老师。嗯，在疫情期间就在网上上课嘛，然后所以不能跟学生就是面对面的一个互动，所以在就是成效上会受到一点影响嘛。在网络教学的话，我们会使用到电子媒体进行一个互动嘛，所以学生们能在留言区进行提问啊、留言啊。除此之外呢，还可以就是重新看过来就回放。所以如果是实体课呢，就是学生跟老师面对面之间互动，所以区别点就在这一次两个吧。习惯了，因为这种教学模式已经就是蛮长一段时间了，很难不习惯。好好待在家，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家人。我相信呢，我们会看见就是健康回学校上课的曙光。你不要录啊，你不要偷偷录啊，你要把我剪进去啊，我就知道。